哎，老板，我们今天来到什么车的试乘会呢？我们参加了三洋的 Fido Year 5 ABS 的发表会。好卡。那这台车它是主打哪一些客群所使用的呢？那这一次呢是锁定25岁到40岁，拥有经济基础，那又喜欢一些个性化风格的使用者。所以它总共有几个颜色？它这一次是以宝石色系命名，有5个颜色可以让大家选择。那它在外形的部分，这一次是强调高质感的细节，那再搭配一些时尚的元素，所整个融合出一个 Fido Year 5新的造型。那除了外形之外呢，它是不是也很有内涵呢？对，它的内涵是强调是科技内涵，它就是导入了7期的三菱科技引擎。那三菱科技就是有零电池启动系统、零后仰悬吊系统跟零污染怠速熄火系统。惊人的，在125cc 速可达直径里面最低油耗，跟着大家一起来爱地球哦。它的刹车部分呢，我看它好像有配备 ABS 哦。没错，它的刹车部分是使用了 Bosch 10.0 的 ABS 系统。啊，它是前后双碟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前后双碟。像这种极具的车子啊，通常都是配备单避震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这台的话呢，它是后面是双避震的部分。哦，那这台要卖大家多少钱呢？83,000。没有错，83,000元不含排险，这么棒的价格就可以轻松的带走的 Fido Year。颜色很难选，真的，最好83,000，只能5台通通带回家了。贵也不赔你。是。83,000元不含排险。他刚刚是不是有说，有第一年不用付钱？没错，他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方案是48零利率48期，那在第一年就等于你要到第13期之后才需要缴费，所以第一年都不用缴贷款，就是零元交车的概念是吗？没错，吸引他就是这群消费者们，他们非常的重视机车的造型，是的，他们同时也在追求有一个高品质的一个产品，是的，他们不想在这两者之间去做一个妥协，嗯。那于是呢，我想这样已经完整的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一整个态度。是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根据我们的消费者需求，我们开始去着手于设计。嗯。那我们的团队在这里定义了一个新移动精品这样的这个概念。哇。自动弹起坐垫。整个看这个向前的感觉。来，放不下。好。放不下安全帽的。朝后看看。啊，差更远，好，尴尬。好的，所以大概的话，我们都介绍完这台 Fido Year 5了，是吧？没错。哎，等等，刚刚还有两个特色没讲到。什么东西？它有 QC 3.0。哦。然后还有，哎，它刚好有个什么特色？自动开启椅垫。啊，对对对，它有两个 QC 3.0跟自动开启椅垫的功能。OK， 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Fido Year 5的报道喽。OK， 老板机要记得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